是主办单位的代表，然后我本来应该不要出现在这里，但他们说叫我用提问的形式跟他们对谈。但反正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主讲人，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然后中间这位呢是，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只是台中这个时期的总监，他现在是，但是他做头衔怎样都没关系哦，他就是这个现在大家不知道Lex 是台湾在最大的 Live House， 台北、台中都有各有一间，然后他现在目前台北两间，对，台北三间，台北三间，对，目前的这个应该什么制作总监、硬体总监，反正就是总监哈，陈滴滴滴滴。然后最右边的是929主唱，然后他也是去年，也是2016年摇滚台中未来森林音乐节的共同策展人志宁。然后啊，这场就主题它其实就是因为是摇滚台中的座谈会，所以我们希望聊的是关于台中的摇滚音乐场景，或者反正台中的音乐场景。那为什么找他们三个呢？其实各有他们三个人都，滴滴现在都还在台中啊，滴滴就是台中人，然后一直就在台中，然后从很久以前，然后志宁是彰化人，然后有在后来到台中念大学，然后也在台中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比较不知道是大正，然后这等一下可以让他自己讲，因为总之他在灭火器刚成立不久就离开高雄到台中来，然后也在台中混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有注意那个你知道去年的 On Friday， 就是他们有，就是他们大的在棒球场演唱会灭火器那场，他有 po 一个文章，就是大正自己写说他以前在那个就看了一卷录影带，就是 Air Jam 对不对，那个听说就是在台中看的吧，在他家看，对，录影带是他的，那卷录影带是他的，对，那在我家放，对，就是整个故事带这样，所以我们想说，哎，可以。然后我上个礼拜是上礼拜嘛，跟志宁在台中高工有个座谈会，然后他有讲很多关于之前，忘记叫他带投影片来，他其实有整理以前很多大概应该20年前的台中的那些那个，应该现在现场看起来都很年轻，应该都没有完全在你出生前发生过的事情的一些传单。迟早，对，我本来很希望带多一点他的迟早来。哎，那你麦克风。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希望借着座谈，那我觉得人非常非常多，我先请他们三位大概讲一下，说之前在。台中，然后因为我们的文案，其实我们的主题里面讲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记得以前，其实台中这样一个音乐势力很强大，就是费德邦。那其实那个时候，杨大正本人也是灭火器，也是在那个费德邦里面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如果那时候台湾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在上礼拜座谈之后回台北路上，我还跟我的朋友就是。小凯就是廖文凯，下个礼拜的座谈人之一廖文凯，我们在聊一件事，就是以前大概也就是在15、20年前，哎，有那么久吗？差不多了，15、16、17年前，那时候去春呐的时候，春天呐喊的时候，就是费仁邦就是一整群人走进来，然后气势就是超强，然后我们其他不是费仁邦的那种什么台北人、高雄就觉得，哎，那什么东西啊，就是有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边可以让大家聊一下，就是上礼拜其实我们跟志宁在台中高工聊蛮多的。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让大正先来，你也可以先自我介绍，然后讲一下跟台中的渊源之类的。嗨，大家好，我是灭火器的驻唱大正。然后其实台中的这个缘分真的是蛮深的啦。首先，我妈妈是台中人。所以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常来台中，然后我姑姑嫁来台中，所以其实每年暑假在台中的时间都很多。但是我们回到正题来说，其实坐在我旁边这两个人对于我的
音乐喜好跟这辈子很多的选择都有很大很大的都是关键人物。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大前辈。那我先讲滴滴好了。滴滴就是刚继刚有讲到那个贝仁邦时期的时候，我就认识那个我认识滴滴的时候，我大概是16岁，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在一个乐团叫做神经乐队里面当吉他手，对。然后他的头发是绿色的，非常帅。然后，而且他为什么到现在老了都不会胖？一直都身体都一样。对，好，回到正题，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在离这边不远，但是前几年烧掉的那个阿拉帕克，滴滴是当时一个 event 叫做仓库摇滚的主办人之一，其实你应该是发起人吧？对，其实是创始的发起人。然后也因为那个仓库摇滚的关系，台中当时有很多很具代表性的乐团，比如说复制人、混乱之岛、神经乐队，然后无政府，然后售货员、CD One， 很多很多。那个时候这些乐团他们都是台湾玩得很好的乐团，但是台中强就强在这里，这些乐团他们很乐于分享彼此的生活，然后凑在一起去当然大部分的时间是耍废或玩耍，但是也因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时常聚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不断在进步，而且非常的强，也很能凝聚。所以在早在15、16、17年前，一场仓库摇滚最多可以卖到400-500张票，我没有记错的话，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刚接触摇滚音乐的人的我来说，我因为接触到 Green Day 的 CD， 所以我喜欢朋克乐这个乐风。那个时候我就问到，那个时候还没有 PTT， 我们以前上叫台文站，140.113点多少？对，这个就不要背出来。对对对。然后台文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资讯会流通嘛，那我们就知道哦，台中有一个很厉害的朋克场景，就是费仁邦跟仓库摇滚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很向往。然后终于呢，有一天，我就把我的球鞋卖了，我就说我今天我一定要去看一次仓库摇滚。那我还记得我同年在中南路下车，然后我就走到那个阿拉那条巷子，中心街嘛，对不对？中心街，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一些朋克头啊，然后穿耳环啦、刺青的，我觉得靠北凶恐怖吧。然后后来一进去就走不掉了。那我第一场看的表演就是那一场，应该是你们开场，神经乐队开场，然后一下去，第一首歌好像是我要你，我要干死你，我觉得哇靠，好酷哦。然后对，然后从此我就非常着迷于台中的这个音乐能量。那在那之后，也应该也是同一天，我觉得身为一个乐团，我就开始想，如果说仓库摇滚是我的梦想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有一天能够登上这个舞台呢？然后我就开始想，好，那所有的乐团其实都是这样子，寄 demo 去 live house， 你增加了 live house 的表演，在节目单人家常常看到你，你比较有机会上音乐季，不管是春天呐喊还是野台开唱。所以我回到高雄以后，我就录了一张 demo， 然后录了 demo 以后，全台湾的 live house 都寄，唯一一个回应我的 live house 叫做黑洞，黑洞当时的老板在这里是吴志明。所以隔了两个月以后，某一次第二次的仓库摇滚，我们就到了，我们就先到了黑洞去演出，然后演出完以后再去参观这个观摩仓库摇滚的活动。所以其实渊源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台中有很多的前辈，给我们很宝贵的很多建议，所以也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吸收，玩音乐上面的知识。所以其实台中给我的养分蛮多，一直到我大学，到我念第二间大学的时候，我就考来台中，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台中生活了5年。对，那我跟台中的渊源是这样子。下一位，麻烦滴滴。滴滴是再介绍一下，滴滴是台中的 Legacy， 在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第三年。第三年，对。那其实是相当了不起的，就是其实如果在座大部分应该都台中人，有去过 Legacy 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去看过的，你看，蛮厉害的。谢谢。因为真的，因为其实台中一直来，当然 Live House 都有像浮现啊、回响。但其实Legacy 算是就是它的规模更大，然后设备也更好，然后其实带了很多更多的更
不要说主流，就是更品质更好的秀进来。那其实这几年我们在自己在办表演，也可以发现说，就是这三年来台中的整个音乐场景其实是有成长的，对啊。所以麻烦弟弟，那他真的是道地的，你是真的是台中人吗？啊，对，我台中人，对。好，那很待会嘛，对，我应该最早，对不对？对，好，那刚那些介绍其实都还蛮不好意思的，就是我每次大家聊到这个事情，我大家都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音乐人。那我要讲一下这个大概二十年之前的故事，就是这个摇滚乐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啊，它其实不是只是音乐而已，它对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我跟我的伙伴，我称之为伙伴，我的朋友、我的战友、我的同侪之间一个共同生活的像理念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只是音乐而已。那我讲我最早办活动这个事情好了，我其实并不是，我没有想过它是跟音乐有关系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昌瑶，然后台文站，那其实在台文站之前还有一个毕业站叫风之国度，对就在台文站的之前还有一个风之国度，然后这个因为我很早就出来工作了，我国中毕业我就出来工作，然后我其实没有同学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太多的朋友，然后只是偶然的有一次上了 BBA 展，我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在风之国度里面了，然后那些人其实没有台中人，我在16岁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台中当地的朋友，然后我认识的人那个时候那个什么这个现在是立委的菲迪啊，1976的阿凯啊，哦，就是那些人那个时候是我那时候的网友，对，是我那时候的网友啦。然后刚好这些人其实都是在玩乐团，就是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是用一个想要见网友跟见大家的一个概念，然后弄了一个可以把大家凑在一起的活动。那其实对来说，其实只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我从来没有以我自己是音乐人自居，但是我就是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做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可以看到我想要看到的朋友演出。那事实上，在我办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这个在我自己的活动演出的次数，大概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出来了，几乎没有。所以我其实一直沉溺在那个所谓的这个那个时代的团块跟这个这些朋友里面哦、喔。然后对大众我认识很久，志宁我也认识很久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上个月。我才拿一张照片出来，是也是大概快20年前的，就是那时候是就是缪友基对我的印象就是高雄来的那个三个朋克小子，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个朋克小子了。在他之前我不知道，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了。然后志宁其实很早，志宁其实也是在其实我不是先认识志宁，我应该先知道你姐姐，对，我应该先知道你姐姐，然后你姐姐说我弟弟也在玩乐团，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听到超多人认识吴志颖都是这样，就是不是爸爸或就是姐姐说，我儿子或我弟弟也在玩乐团，你不要这样，就是你好，我的名字叫吴胜的儿子，吴依宁的弟弟，好，可是那个时候介绍认识的时候，好像很多人会这样说啦，但我国中的时候没读什么书嘛，所以其实大家在讲吴胜的时候其实不太清楚，麦信你那个是谁。好，然后所以
对，反正我也玩乐团，我也办活动，但我其实，其实我没有真正想过我要当一个音乐人，但我喜欢在这个圈子里面。那摇滚乐队来说，它其实不是音乐，它其实在我人生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它有很大重量在我的心中，在我人生当中也是。那我后来选，我大后来大我大部分后来大部分人生事实上我都选择以这个音乐相关活动的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这个谋生的一个方向吧。但我还是始终在这圈子，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社会观察家这样，就是这个世代的摇滚的观察家这样子，就是我一直都站在后面，或是后面，不过我一直是在最前面往后看大家。看观众，但我只是比较早而已啦。但我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认真做这个，太认真做这个事情这样。就谦虚是你的特长。好，谢谢。好，换我。大家好，我是吴志宁。对，然后我今天就是要来之前，我发现就是。那时候来邀请的时候，我知道是大正跟弟弟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组合对我而言真的是太难得了，真的太难得了。可是会现场上次在台中高工的演讲，让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20年这件事情，真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了，就可能。不只是什么台文站，可能什么奇摩家族，对大家而言可能都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像那个老人在公告的感觉。但不管，因为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些故事真的对我而言，它好像还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一段时间。像仓库摇滚，就滴滴，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是谁办的，我只知道台中有一个20号仓库，然后20号仓库办了一个仓库摇滚，我觉得好酷哦！这个用仓库这个名字很酷，所以我那时候高三刚毕业，我是一个对玩乐团有梦想的人的小孩，然后我的梦想就是靠音乐活下来，这就是我国中到高中的时候梦想，就是我只要能靠音乐活下来。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是，就我如果能够在春娜表演，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常常都跟我的同学说，以前超多的梦想是这个，我只要可以在春娜表演，我就死而无憾了。我真的说出死而无憾这件事情，因为对我而言，只要能站在春娜的舞台，我觉得就所有的那个梦想就成真了这样子。那时候参加苍摇的时候，好像是第二届，在仓库里面，然后有一个台北，我知道非常非常有名的团叫做88颗芭乐子，然后我高三的时候觉得这是台北天团降临，然后去参加苍摇，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仓库里面的椅子里面，然后用 Walkman 把整场演出录下来，然后那时候阿强在表演，他就是唱到一半他就忽然冲出去，就人就冲走了，就离开那个仓库，带着无线麦克风就冲出去，然后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就啊。又叫回来，然后所有人应该就是一种慌了的状态，但我觉得我就是完全被震撼到，有点像大震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在苍摇里面被冲击。第二次我看苍摇是在外面，然后有阿强，有小印，家子的小印，还有 Freddy 闪灵。那闪灵在表演的时候 ，Freddy 是对着对面的那个铁道的旅客，然后就是怎么说，全部人怎样，就是怎么反正有一点煽动的感觉，然后所有人就在底下甩头，然后那头发就是一直转，这样大家都晕了。那是我第一次看闪灵，我也是很震撼。然后在芭乐子在唱的同时，阿强在旁边拉单杠，就台上在表演，阿强在旁边拉单杠。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对这个圈子，它其实很像一个会吸引你的磁铁，
然后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好像是经营一个 live house，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找了一个地下室，大家租了一些音箱，然后借了一套爵士鼓，然后就开始邀请乐团来表演。然后那时候有邀请甜美号，有邀请 TZ Back 和灭火器，然后大家表演的时候人都超级少。灭火器第一次表演好像就是一个人，对，然后929第一次表演是两个人，然后那两个人一个是郑凯彤，然后一个是泽玉，就是 TZ Back 的贝斯手，就他们两个买票的，对，所以那个年代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身边的朋友会未来会怎么发展。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滴滴讲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才是一个观察者，因为我很像一个旁观者。大家抢着要当观察家是什么意思？那最热门的工作就是社会观察家的，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会觉得说，哇，收到灭火器的 demo， 我觉得这很屌，应该很多人抢着要。我要赶快去把它 booking 下来，不然这个黑洞都快没节目了这样。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个音乐怎么没有人喜欢？可是明明超棒的。但是过了20年，我们看到了那一个时代的改变，我觉得很庆幸，因为我好像就是在这些有才华的人旁边，看着他们从一个不可能，或者是那个时候如果。大正说：“哦，我以后会在那个桃园棒球场办那个15000人的演唱会，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白痴，就是不可能这样。但是，我经历这个20年最珍贵的感觉就是看见这些人的成长跟变化，他不是忽然的，他是慢慢被累积。包含滴滴，他在我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弄了台中的算第一间。”用 Pro Tools HD 系统的录音室，那时候还没有，我们完全不知道 Pro Tools 是什么，可是他那时候就成立了普鲁士兰这个录音室，到现在他已经录了无数的独立乐团的专辑，然后他现在会是 Legacy 的音乐总监，其实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都是20年来慢慢的成长的变化的，然后我很庆幸，对啊，看到这些故事。那个，其实三个还有一个，除了三位都是社会观察家之外，三个都有一个特点，因为其实今年蛮特别。我先讲，因为今年是不管定义上怎么定义，就是它是大概摇滚台中这个名字开始出来在第十个年头，那所以我们把它定做唱就10年。那其实当然三位讲的，包括滴滴，然后志宁都是往。更之前，我们今天这场讲座本来就希望说跟大家讲，其实台中它一直以来这个摇滚乐或是这类有独立音乐的根源其实很深的。那我想讲的结尾一个点是说，其实很滴滴刚讲很有道理，就是说那个办音乐季或策展这件事情，它其实很长，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办了一些音乐季，然后就是会去或一些音乐活动，那真的其实有一个点会蛮特别的，到后来我觉得很像弟弟讲，你也不全然是说你要从你你要去，它就不全然是一个商业活动，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你是很希望在现场看到你认识那些乐团，然后甚至是那些从业人员，就是可能是那些音控，可能是那些做帮你做行销的，然后可能甚至是就是什么攻读生之类的，然后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其实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虽然很辛苦。那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去年志宁第一次做了。其实就是摇滚台中未来森林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它让摇滚台中这个品牌在往上提升的一个层次，就是它给它未来森林这个名字，然后它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像在环保上面，然后在场地上面的尝试，然后
滴滴当然最早，他应该是我们四个里面最早开始办的，很早，真的很厉害，就是仓库摇滚这件事情，非常厉害一件事。那个时候要办活动，绝对是，我觉得现在所有人连我都无法想象，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没有脸书，你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宣传，不知道人在哪里，那你只能就是印传单，就真的是印传单。传单放唱片行，放在熟悉的店家，然后、以前台中年轻人最喜欢去喝茶，然后就是真的是这样，很多手绘的小海报，对，上次你有给我看，真的手绘的，手绘的都是用手画的，那时候没有 Photoshop， 那时候也没有数位相机。应该有啦，可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太少。那时候没有数位相机，对，应该没有数位相机，对，就是你要印刷这件事也是很困难一件事，所以其实十年来变化很大。而且他办苍窑的时候他才高中，所以这对我而言是，对啊，很不可思议。啊、他在讲，然后回来像大正，像去年志宁开始办未来森林那件事，我们等一下可以回头来讲摇滚台中对上位的想的对摇滚台中的看法。但像大正今年他也第一次办了灭火器，第一次办了 Fireball， 等于是第一次开始策展自己的音乐季。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这是摇滚台中的，它是一个音乐季的活动，然后可以请三位聊一下，就是你们对好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音乐季它可以带给观众，或是甚至带给乐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聊一下说你觉得现在台湾，其实现在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我自己要坦白讲，就是说台湾现在说真的音乐季有点同质性有点高，然后量有点多，然后特别可能免费音乐季也是越来越多，那其实都会面临到一些问题，那我想听听看三位的意见，然后包括我们等下可以回来再聊一下，就是对摇滚台中，或者说台中这个地方之后音乐场景的想象，也许从自你开始，因为从去年开始做未来森林这件事情，对。好，有参加去年的未来森林音乐节，举手一下。哦，也蛮多的。好，其实我想要在这边就是告解一下，我其实是一个办音乐节外行的人，就我觉得我其实并不是专业的筹办音乐节的人。像比起像基康或滴滴，甚至是大正，其实他们举办的活动经验都比我多太多。但是去年音乐节，我其实就只有一个概念想分享给大家，就是音乐节可以往更环保的方向前进，因为那是不关音乐的事而已，那是关乎人类在这个地球的事。所以只是想要分享大家说，所有的活动其实都可以是人类的娱乐的活动，或是群聚的活动，分享感情的活动，但我们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去 take care 这个地球，所以才会觉得说也许这个东西概念，就算那个音乐节不同的人举办，政党轮替了，或者是名称不一样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共同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垃圾。所以就今年如果去参加应该说今年的摇滚台中，或者是未来的所有的音乐节，大家都可以努力去做，不见得要等主办单位鼓励你，大家都可以去做携带餐具这件事情，就自备餐具，然后自备水壶的这些行为，它就是我们在靠腰这个世界有多么糟的钱之前，我们最可以做的简单的事情。啊，这是去年办音乐节唯一的我的想法，但是今年就是，看到基刚他们办的这个摇滚台中，我就非常非常深知，就是，哇，专业的团队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摇滚台中大家非常可以期待。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台北的一间 Vibe 看了一个演出。天空爆炸就一个国外的环标团，天空爆炸的演出，然后现在叫后摇啊，现在叫后摇，没有环标团呢，啊，太老痛了，啊，圣界，对，圣界，然后那时候的音控是滴滴，对，那我觉得我第一次感受到的震撼是这件事情，就其实音乐节千百种，
然后形式太多种，可是台湾好像早期或者是大部分的公部门办的活动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音乐本身对于那个声音的执着这件事情，你听到的音场，你听到的 bass 鼓那些东西的撞击，那些声音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细的，那能不能把那个东西做到，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角度，我在滴滴身上有看到这一个东西的执着，包含说我去 Legacy 听表演的时候，就不管我跟滴滴感情好不好，但是他的音控可以说服我开心进到那个音乐里面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音乐节里面很多东西可能都是附加的，但你可以真正让这些乐团们呈现出他最棒的声音，这是我参加音乐节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台中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想分享，我觉得台中是举办了太多太多免费的音乐活动，包含爵士音乐节，包含摇滚台中都是免费的音乐活动。我觉得免费的音乐活动不见得对这个环境是好的事情，因为音乐艺术是有价值的，我们得要相信音乐跟艺术是有价的，所以这些从事艺术的创作，从事艺术表演，甚至经营艺术的平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付出，而且他们都是需要被支持的，需要有负担他们的成本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养成付费去享受这些艺术的习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环境才会成长。所以台中应该要不断不断的，尤其是政府不断不断的去鼓励，甚至自己本身自发性的去办售票的活动，这才是最重要。我觉得摇滚台中可以售票，为什么不行？因为很好听的话它就可以售票，这是一个亮相。还有 Live House， 大家因此可以觉得我花钱去 Live House 看表演是一种享受，因为那声音很棒很专业，然后在一个空间里你可以很专注的聆听那个音乐，那大家就不会觉得哦，我去吃一个牛排要500-600块我觉得很值得，可是我看一场表演500-600块我却觉得贵。我觉得这是台中，我觉得我们一定，因为我觉得台中有这个市场，有很多人很多人喜欢摇滚乐，很多人喜欢音乐，所以如果以20年前来说，在20年后我觉得台中还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这个空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鼓励彼此这么做，这样大概是这样，谢谢。好，摇滚台中啊，那我就要还是要我必须要赞扬一下那个志宁去年的未来森林，因为其实音乐季音乐活动，尤其是它跟摇滚有关系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你在参加音乐季，你不一定看到那个东西。就对我来说，就是我参加任何的 event， 任何的音乐季，我都会想要去找出策展人、举办人。他们在整个活动的这个是不是有想要传达的东西，这其实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你去不一定看得到，就那我相信像这边的人都办过活动，那你们一定在每一次活动里面都会有想要讲的东西。但有人会说我要讲的东西都在音乐里面，但其实也不只是这个样子，像是去年是环保嘛，就我觉得因为摇滚台中，对，就摇滚这两个字，就是它其实本来就是带着一个反叛，或者是就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必须要有冲撞的事情，它可能发生在各个地方。那音乐季会是我们的一个管道。那当然，我们在音乐季会有很多目标跟方向，就看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错。但其实，在里面大家一定都有想要讲的话 ，Fireboys 都是一样啊。那摇滚台中其实也是啦。那我在台中20次不止，我在台中很久了。对，好，在台中很久。对，然后我其实一直看这个环境。那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其实应该会是这个小时候在做乐团的时候，对我来说，小时候做乐团的时候会可能会有想要什么东西，
就是或许我自己会定个目标，说我希望我在这个乐团的时候，他这个乐团可以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那现在对我来说，可能其实比较不会是那个样子，就因为我一直在做事情，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停过，所以就现在对我来说是我要如何做，可以让这件事情继续存活下去。那所以我常常思考的时候，其实音乐季也是啊 ，Live House 也是，乐团其实也是。事实上，因为做这个事情赚很多钱的人，我没有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对，就真的没有。所以我其实可以肯定，就起码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把赚到很多钱放在最前面。那基本上，艺术家是一种需要掏心掏肺的职业。那你们听他讲那么多，听他讲那么多东西之后，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他们其实会用他们其他的行动来表示。我觉得音乐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比起在 Live House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群聚更多人，那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就办一任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同一时间，我可能在一天两天内，我会有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跟所有的来参加的人阐述或传达我想要讲的东西。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音乐季有很多人参加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票价多少，那个其实有时候其实是，那也是我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吧。那邀请台中十年了，就是第一年我好像有参加一下下，也有办在这，应该是 Yuki 办的那个丰原嘛，我记得是丰原，对，丰原后来然后变年来这里啊，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唱歌也是的啊，在这里那个时候他们叫做绿原道，对。然后要台湾十年了，那就之前的我们就先不讲了。那今年也是，我觉得每年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每年都有新要讲的新的东西要讲。那所以但就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就来参加。那我个人这个今年的这个主办单位是这位金康。那我其实不知道信用局怎么想的啦。我其实还是希望像这样子的活动可以收票嘛，可以贩售票券。那可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是对在公文上面，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目前的法规上是不太被允许的。可是我觉得公文这几年跳下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来说是一个蛮对于可能起码对我来说对文化的发展，不是对摇滚乐的发展，对乐团圈的发音乐的发展，我觉得都其实不是那么的健康。那么健康的原因是因为以我的立场，我在观察这二十年的发展的当中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事情是，哦，我跟你说，你写歌，好，玩乐团，好，你要红，然后我帮你办活动，就是这个事情其实都不是，它不是这样被发，不是这样被发生的，就是我们画了很多文创园区。我们现在还要画了这个流行乐中心，流行乐中心两个，对，两个，台北跟高雄，对，台中又是一个被这个，好，就这样。那我事实上我也不希望它可以发生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公部门来掠夺，对，其实对我来说掠夺民间生存的，掠夺民间原本在这个文化上面应该应可自由发展的这个路，我想在这样的掠夺之下，其实它很多的原意就完全的被破坏掉了。那我讲一个
跟药汤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就我们现在要所谓的这个乐团的补助案，那其实大概就它从出现到现在大概有十多年，十三、十四。我只记得是那个姚文智在当新闻局长的时候通过的。嗯，对，但是那是几年了？2006年，对，十二年了。这十二年，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啊，就是你知道标案会，就是这个补助案会有一个这个结标的，不是结案的动作。然后就是现在乐团发展之认识哦，所有的乐团几乎啦，但起码八成都会是在这个发片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之后。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的那个 cycle 好像其实不太对，就是以一个。如果你是音乐人，如果你是文化人，或是你写东西、你创作，应该不会是依照这个循环来做这件事情。但我不是说全部的人都是用这个方式啊。那但我想它是就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目前社会的变迁发展上面，它是或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全世界都希望说我的国家可以也在。艺文方面有发展，那这个利益当然是好的，是我在坐在政府方面或者公部门，那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这个辅助这些艺文人士可以有一个更多的空间发展，但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在往后退再看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又会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也正因为有这样子的发展，那摇滚的存在才会变得有意义。就是应该要有人站在这些事情的对立面来抵抗，或是对抗，或是想一个我可以不用遵循你们目前这个社会的规范下发展，我觉得应该是对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这样子。那虽然我的头衔好像都还是一个很这个好像一直站在这个正面的人，但我骨子里面我还是一个朋克啦，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就是无论是做音乐的人，或是观众，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制度，你有任何的意见，你有任何的想法，你都应该要能够表达出来。那音乐季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目前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下，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吃饱。就我相信他们都是吃饱而已，大正也都只是吃饱而已。所以，就售票性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以我目前现在经营场馆的身份来看。它当然是一个盈利单位，但其实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演出者来演出的时候，他能不能获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我必须说，他们在做这东西的时候，绝对不会跟获利是画上等号的。他们应该都只是把这一件做好之后，那我们必有个方式可以让他们赖以生存，能够有机会再发表新的作品。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循环，就是。就我都会希望大家能够投入这个循环里面，就是你买票看演出，那演出者有收益，场地方有收益，然后这件事情才可以持续发生。毕竟现在是个资本主义的时代嘛，是这个循环是，我其实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些事情。但我回到我刚有说过是，我现在我以前的时候可能想要有什么东西。但我现在最想要的事情是，我可不可以让这些人，啊，包括我自己，可以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以上。那个，可以再 repeat 一次问题吗？因为大家谈的好广，你可以讲一下火球记啦。我觉得，因为我等一下我再总结一下，但我觉得。
大家都讲到几个，因为我觉得大正刚办完火球季，其实中间对这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到说，到底这个产，就是我觉得滴滴讲的就一句话，就是你如何让产业可以自然健康，变成一个有机的发展。就政府角色，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就是说，就像滴滴刚刚讲的是，你是在看来你是用掠夺或者是什么样的多。什么样方式的介入，但至少我觉得目标是希望让这产业可以自然的发展，然后健康的发展。然后讲到收费，其实包括像这次火球季，他后来自己在网络上还把那个什么收支什么大概把它 po 出来，我是吓一跳，我想好你在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火球季中间出现一些事情，像包括好赞助等等这件事，那我觉得在这之前，你可能都在座可能这可能跟你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只是在办策展的时候，你永远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像滴滴刚刚讲的，没有人会就是会办什么。如果我们在办火球季的时候，我们想出一个名词，就是以前大概也是更早之前40年前吧，台湾就说如果你要害一个人，你就叫他去办杂志。那个时候是因为戒严时代，就是你办杂志你就被抓嘛。或者，然后后来就办杂志容易倒，所以如果你要害一个人，就要办杂志。然后我们在办火球季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要害一个人，就要办音乐季，售票音乐季。然后你就对，因为就是这个，就像他讲的，每个人背了一台那个欧洲车上，概念上是说，我们希望呈现很好的活动，很好的整个是很，就我们刚刚讲，大家聚在一起一个很音乐季的概念，大概是这样，不管它的主题是什么，那。聚在一起，但如果我们可以因此打平，我们可以因此得到一些什么，除了大家的欢乐开心之外，那我觉得那都是多的，那也是基本上他对，就像刚刚第一讲要吃饱这件事情，对，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的感受跟大正是一样的，就是说，好，就是你们对，包括对售票，包括对省对票价，对不是说你们有意，不是说观众们有意见，因为本来就是市场决定嘛。我先定太贵，那我就承受这个后果。那只是说，当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违背了任何的不要说初衷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的时候，那当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消费的这个产业的生态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健康。对，那我觉得可以大声可以提一下这事。其实办火球，或者是等一下，就是你办一下，想一下火球，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太严肃，你可以想一下，就是火球季想要的概念，因为我觉得音乐季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就当初的那种想法，对。好，就是为什么会办火球季，就是因为其实这几年我必须凭良心说，除了在台上，然后除了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快乐很享受当下的，因为其实我做音乐做17年，然后每次在舞台上看到大家在台下支持的样子，然后在认真听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刻是幸福的，其余之外多数是绝望的。我所谓的绝望就是说你真的看不见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光用想的比如说像在办巡回或什么的，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制作，然后你开始找了一个导演帮你拍一支广告，然后找了 VJ， 找了设计帮你画海报，然后你要买宣传，这些成本你再去算这场票 sold out， 你就会知道说，哦，为什么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凹来凹去，因为我就算这场卖完了。不过是好，我算好，假设卖得很好，这场收了50万，那你乐团要不要拿钱？音控要不要拿钱？制作要不要拿钱？什么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呈现在票房里面去回本的时候，而且成为常态的时候，你做音乐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因为你有了好的创作，那你也只有好的创作而已，你不会有任何的导演要帮你。做影像，不会有任何的设计师愿意帮你设计，不会有任何像滴滴这样很有能力的音控想要帮你，即便他想要帮你帮了一次两次，你们大家一起饿肚子，那一起刷赛，其实我们在面临的市场是长这个样子的，不是说大家不喜欢音乐，大家喜欢音乐，
你看五月天他办了十场的桃园棒球场，是一场是不是几秒钟就卖掉了？所以喜欢音乐的人在啊，只是我告诉你，就是独立乐团没有价值，这是现在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价值？其实早期免费音乐季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隐忧，你知道吗？因为看这些乐团就是不用钱的啊，那你今天突然要钱，你他妈坑我，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就是当我们真正哎，就是免费音乐季的时候，哇操，人超多，这个很红吧？就是你一巡回的时候，靠腰，狗仔丢傻仔丢，这比比皆是，这是真的。所以在办火球季的时候，其实我在这样绝望之中，我觉得其实灭火器不会，灭火器是一个乐团，所以我只要喜欢音乐，它就会永远存在，只是说它的舞台大小问题。但是火器音乐是随时有可能会消失的东西，所以它消失以后，这个我说这个有机体，就是它可以运作一些我们想要实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在跟它的生命，我在抢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许还有一点点勇气，一点点动能，我要办一个我觉得完全没有遗憾的音乐季出来。所以这就是火球季想要传达的。我最喜欢的卡斯，我就要找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找三宝 D1， 因为我超爱朋克，我找了日本的 Brandman， 我找了 Mongo 800，这些都是我梦幻想看的名单。然后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朋克就觉得很吵，所以如果被定位为朋克音乐季，那你的票房你就死定了。所以我就找了最红的 Hilco， 超潮的，我自己也超爱，我觉得很棒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火球季要呈现什么，就是音乐季带给人的幸福感吧。所以我们也在草地上摆了一支这个，你知道 Love Love 的旋转木马这样子，然后各种啦，因为其实火球季是承袭很多很多前辈办音乐季的经验来的，包含大港啊，包含很多很多，还有以前我们的好朋友办野台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但是在台湾唱了很多音乐季，在日本也唱了很多音乐季，总觉得可以 mix 一下。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真的其实是不要命，因为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可是总觉得先过这一关再说。的确这一关没有过，就是结束之后我到现在每天还是烦恼那个欧洲车怎么还，蛮挫赛的。但是我想只要让我捡到钱或干嘛有还掉的话，我还会再办下一次，因为办这种高品质的音乐季真的很爽。我说所谓高品质，就是说音乐季的本质除了是人跟人在这个场域产生出的那些欢愉之外，有很多的感动是来自于高品质的演出。高品质的演出，这就是一个循环的。高品质的演出，你的器材不能 cost down，因为你器材一 cost down， 乐团演得不开心，然后呈现出来的声音没有办法到达乐团应有的水准的时候，你又害了他一把。哦，你看吧，地下乐团就是廉价，无聊被看阿妹啊，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阿妹的低频会蹦蹦蹦，你会觉得很有力啊，可是地下乐团就啪啪啪这样，你就觉得哦，这声音弹弓啊声啊，这是恶性循环。所以硬体好，硬体吹蕊，那就。预算就在那里了。再来后台这个我超坚持，他们都说我是为后台而生的男人，因为我在日本的音乐季每次在后台都被照顾得非常感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OK， 我也吃饱了，我口渴我也喝足了，然后冷气我也吹凉了，然后他车来接我去舞台了，我到舞台以后我就是给你一个完美的演出。所以火球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要让乐团觉得这是他们唱过最爽的音乐季。那当然你不会把这个东西先跟乐团说，就哦希望你告诉我这是最爽的。但是在之后很多的乐团他会写信给我们说，哦谢谢你们在这些观众看不到的地方这么用心，因为我觉得后台非常舒服，所以这是我们今年表演状态最好的一场。可是表演状态最好回馈到谁？还是回馈到观众的这个视觉听觉上面。那所以整个东西照一个理想的标准在走的时候，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那这件事情
总归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已经绝望到看到这个东西被普遍认为你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想要努力的就是说，这么棒的音乐，这么多人喜欢，有这么多人喜欢听独立音乐或摇滚乐，或者是有这么多人喜欢去音乐季玩，代表它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情。否则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你可以跟男女朋友去看电影，你大可以不用去插销那些音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想要努力的就是说，也许让它回到市场机制，让大家会觉得说，哦，对，我愿意买这个票，因为他的制作做得很用心，我喜欢他的音乐，我想要看他给我更好的东西内容呈现出来，我要支持他往更高的，所谓更高的，应该怎么讲？就是我想要看我喜欢的乐团越做越好，就他可以给我更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些乐团不会卡在我们面临的同等绝望当中而无法前进。有太多太有才华的人在我眼里，我觉得哇，你这个音乐真的是你一定可以是惊艳所有人而且带给大家感动的音乐，可是你卡在最基础的问题，没有，真的不用两年你就不会想再拼了，因为只有神经病才会，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泥沼里面这样子烦。所以回到音乐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讲好像说要售票，其实真的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也是很感谢政府，就是会有这种资金，比如说很多乐团他真的没有钱可以好好录一张专辑，那这就是一个好的那个，但是你最终这个循环要想办法把它引导回到市场机制。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听他们两个讲就觉得哦，真的是受你们两个影响长大的，我觉得很认同。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全球化这一件事情，它听起来很严肃，可是其实我记得在20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社团就在讨论所谓全球化这件事，因为那时候麦当劳才刚进到台湾，那时候我们对全球化其实很模糊。可是现在我其实大正滴滴我们都算是已经是中生代，然后大正都是准爸爸了，然后我已经是爸爸，所以我反倒会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玩音乐其实没有比较轻松，比起20年前，现在的年轻人面对在台湾面对可能另外一种很艰困或严峻的状态。要对我而言，笼统讲比较像是全球化，但其实实际一点讲，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就可以感觉得到，现在年轻人出来毕业之后的薪水啊，跟我们大概10几年前的薪水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过，甚至还好像浮浮沉沉的。现在22K、23K， 那这是正常的。问题是物价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再换一个角度讲，日本的平均薪水是我们的3倍，但是他们买的 Mac 电脑跟我们一样便宜，甚至比我们还便宜。所以我们还会跑到日本去买乐器，跑到日本去买 Mac。Mac 有什么 ？Mac 有很多现在我们所有录音想要做的软体，想要用的软体。一个年轻人刚出来，他只是想要录音，那他所要买一台器材或者一个录音卡，所有这些的负担，其实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所整个全球的经济的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被规格化了，我们被统一了，所有人都在用一样的东西。那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也很辛苦，我们有点像是大正说那个绝望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回到市场，大家也会有一样的那个绝望感。但是在绝望当中的另外一个希望，其实就还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散播的速度是快的，所以我们集体的思考是的传输是比以前快，但是需要大家一起加入那个东西才会出现力量。对，其实志宁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普遍的，就是收入水平低的问题，的确是我们绝对要面临的。
因为这一种资金结构的话，其实不只是我们，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会陷入一个很低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我实在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是专家，你是专家，对，我觉得势必要某一种程度上的革命吧。20年前我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哦、你好屌、哦！就我，所以弟弟他比你更前面，他比你更前面。我觉得我只是更相信那个东西，就是20年前我听到灭火器的 demo， 跟听到黄界的 demo， 我就相信他们一定会被喜欢。然后我到现在听到某一些黄界也有，这跟大家的薪水有什么关系？就是。改变这个环境最重要的东西是找到我们自己独特的美，而不是去依附美国、日本、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给你的东西，而是找到台湾自己的美，找到我们独一无二他非买我们不可的东西，任何各行各业都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包括在弟弟、在大正身上，或者在我其他有才华的朋友身上，我看到的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有非看他们不可，或者我非找滴滴控不可的那个欲望，那他要开多少钱，我基本上都叮咧，就是还是要请他这样那个感觉这样。明明是一个那个风和日丽的那个礼拜天下午，就讲一个超严肃的，什么绝望什么都出来。好，我截一下，因为其实刚。志宁大正，然后跟迪迪都有讲到，其实摇滚台中，我先讲摇滚台中，今年11月4号、5号，然后会在台中公园举办。那我确实，我们团队是第一次，承办摇滚台中。然后，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我要先称赞一下台中市政府，就新闻局，认真的称赞，因为其实他们对这个产业的想象是认真的，想要去了解、去学习，因为最怕的就是他原本的设定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他就要你做他那个样子。那以我们的我们的角色来讲，就会很尴尬。那还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新闻局他的态度是很开放，而且他希望可以跟产业更多的连接，而且是符合产业的状况。那其实我们在很多次的沟通里面，我们也说，我们很希望摇滚台中可以变成一个售票音乐季。为什么？因为前面其实大家都有提到，音乐季这件事情是这样，音乐季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意识形态在里面。不管这意识形态是，大家不要觉得意识形态好像跟政治有关，反正就是你要传达的意念是什么。好，简单生活节 ，Simple Life， 然后大港开唱，人生的音乐季 ，Fireball， 它就是有一个类型的，然后是朋克的。比较重的，然后夏天的，那这样子的售票音乐季，然后好，以前野台开唱，它的定位就是它想要带进，至少我们在2013年办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它是全台湾最国际性，然后而且最指标意义的音乐季，然后在台北最大音乐季，你会有这样的设定，然后所以你要去跟观众沟通，说，哎、欸，我给你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在那边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好，回到了价值就出来了，所以我端什么菜给你，你会看得到，那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来这边享受？那下一次来，你看现在看，那我就把东西拉上来让你看出来，你到现场感受，如果你觉得你们很烂，你看就不会再来了，没有像你讲的那样子，对，你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也许你的 simple life 跟他想的 simple life 是不一样的，对，那就不想再来了，也许。但是摇滚台中，我们在跟新闻局沟通的时候，我就很希望他可以变成是一个售票音乐季，但是局长他们有说，他其实我真的蛮称赞局长，他就说他希派这是他的目标，但是因为就像我们大家知道，这10年他就是一直免费音乐季，那没有办法那么快被转变过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啦，就是那今年然后所以我们团队在讨论说，那好，我们自己来做摇滚台中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怎么定义这个音乐季？那至少我自己在今年的定义上面是说，因为它毕竟它是免费音乐季，然后它
是一个，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参与，你路过走过路过你就可以进来，你就看到了。所以我是很希望今年的摇滚台中，它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音乐季的入门，你完全不用，就是在座可能因为你可能啊现在走过路过可能有一些，但是大部分感觉都是有参与过音乐季经验，售票音乐季经验。但我只是希望今年的摇滚台中，它可以在尽可能的状况之下，所以在卡式上面我们让它变得很综合，就是它一个综合型的音乐季，它有各种类型的，所以我们去，然后有像比较重的，可能像血肉果汁机，然后火烧岛，甚至好像波喉，我们去波喉复出，然后有比较民谣类的，好像哦熊宝贝，像九二九等等的，对，那。我现在是 rock，、oh, rock， 是不是？所以就跟缓标跟后摇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有规划了，我们跟台中放市集合作，然后我们的想象就是说，你就算你是走过路过，那你是看到，然后你是不管透过任何管道，你知道，哎，这两天十一月四号、五号在台中台中公园有这个活动，你可以带你的家人朋友，然后带就是。带你的宠物，带你的小孩，全家一起来台中公园，然后听听音乐，然后放松，开心一下。那我跟局长说，我觉得可以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台湾春天有春娜跟大港，然后夏天有以后有 Fireball， 然后有可能有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的野台，然后可能海洋，就是那秋天其实没有音乐季，冬天有那个 Simple Life。所以我希望可以变成台湾最重要的秋天的音乐季，所以我今年定了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定义说唱秋十年，然后秋的概念是很重要，就是音乐季大概是这样被产生出来的。然后我们很希望说今年透过，那当然志宁刚讲的那些环保，我们今年会提供加水站等等，然后也会有环保餐具，但我是觉得以摇滚台中来说，我今年很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尽可能的在我们可以做到范围之内去达到，包括在硬体上面，然后在后台绝对没有办法像 Fireball 那么厉害，对，我可以跟他，就如果有表演团在现场的话，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就是不会让我可以帮你规划，对，但是你要准备钱，就我自己要背一台欧洲车就对了，但绝对不会浪场，原因是我们也希望。就像我说，他如果是一个音乐季的入门，在今年，那所有人你根本不用投，你根本没有花任何成本，你来看到这样的演出，这是好的演出，然后是好的体验的时候，当我也许明年、也许后年我们开始收费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值得你花钱去做这件事，这才是产业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那这也是我们一直期待摇滚台中或者说全台湾的音乐产业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回头讲一件事，跟志宁大正刚刚弟弟有提到一件事情，免费活动啊，或者是这一类或者公部门办的，甚至或是如果说什么所谓的我们如果这种圈里面叫所谓商演，一个品牌办的一个类似，反正就是你可能没有很认真做的，不是他们很认真啊，只是就可能在器材或规划上没有那么认真做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乐团的演出跟他去参与大港开唱、野台开唱、Fireball、Simple Life 这些音乐季，就像以前春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就是反正我就是来演出，我领酬劳，我演商演。可是，即便这个酬劳啊，比起你去唱大港，或者是唱那个什么春娜等等，春娜不给 fee 的哦。春娜完全没有给 fee， 可是以前就像志宁讲的，二十年前所有的乐团啊，会觉得像能够寄，因为春娜以前都寄那个嘛，寄 CD 啊，寄什么 MD 什么给主办单位，他选上，你会觉得是就真的死而无憾。人是好野台，后来野台，然后多少团为了要上野台啊、大港的舞台，就是很努力这样子，就是拼啊，各种关系讲啊，干嘛，然后觉得啊，我不用钱，我只想站上舞台。可是免费的音乐季这一类的，然后所谓的那些什么商演等等的，其实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其实没有一个延续性，就是说这个音乐季它没有一个精神的
精神的指标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会不会是我们团队承办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就至少摇滚台中可以往这个方向走，那它对这个地方的产业是会有帮助的，就是说不管是往秋天最大音乐，在台湾秋天最重要音乐季，那但是然后或以及最重要就是我希望它可以变成一个收费音乐季，那至少我们希望今年可以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阵容其实很不错，然后有929，然后不一定有灭火器，因为灭火器太贵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三号在花博表演啦、啊。对啊，然后有郑怡农，然后有波侯复出，就是他是一个很轻易可以来的，因为其实没有距离那么远，就是然后你不会听到挡弓啊，现在不要担心，就是。因为是跟那个 Fireball 同一家，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多丢。而且我非常期待今年的那个场地，因为我觉得放在台中公园都丢一耶。我也觉得就是很期待台中公园。本来去年是想要办在台中公园，但是那时候台中公园的那个湖正在做清淤，然后现在清淤完成了，所以它现在应该会是那个湖应该会是一个很舒服干净的状态。然后我也想讲一下，台中公园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在那边绕了很久很久，然后因为那边有很多新住民朋友，都会带着吉他在那里唱歌，然后就在那边走了很久，然后听了好多好多唱歌的年轻人，然后忽然听到一个很好听很好听的一群人的老人，没有印尼的朋友，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但我就走过去了。我就吸过去，然后就 hello hello 这样，用很烂的英文，然后说就是我想要认识他们，然后现在他是一个外劳的朋友，然后现在我们是 Facebook 的好朋友，他会去我的团练室练团，啊，他们去年在摇滚台中有表演，而且很棒，就是在第一广场的时候，那我想说的就是台中公园这个场地真的很特别，而且。目前好像也没有很大型的活动在那边举办过，除了花博之外，那个灯会，对对对。那我觉得音乐节办在那边，我真的很期待。然后几个舞台，十个，四个，不要害我，不要害我，四个舞台，对。然后那个卡斯，大家可以上粉丝页看一下，我最近看到都觉得哇，纪刚这个。辛苦了，没有有趣的是，其实像志宁刚刚提到，我们今年其实，在10月10号，我们特别在东协广场，以前叫第一广场，办了一个那个就是前导活动。那这前导活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在东协广场？其实就是让志宁讲一件事情，就是台中其实因为东协广场现在很多很多，就是像印尼啊、马来西亚，大家就是来台湾工作的朋友，他们现在在那边，其实他们里面很多人在玩乐团。所以我们特别就安排了两个，就是他们就是在台湾工作，然后有玩乐团的团表演。那其实那感觉很好。那我们特别找了一个泰国团，从泰国过来，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因为就像第一讲的啦，就是摇滚乐它本来就带着一点，就是因为要站在，就是站在，或是更不要讲反，当然是反面，可是就往前站一点啦，就是永远是往前站，然后进步一点，就是。当这社会其实我们台湾对真的对移工有很多很多，特别是东南亚来的移工，我们对这些人有非常非常多不公平的待遇的歧视的时候，我们希望，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因为这些人让台中让整个台湾其实多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多很多不同的文化。你那边有很多不同的店家商店，可是我们常会听到说，哎，你不要去那里啊，那里很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没有啊，就是。你去那你会觉得其实跟他们其实就是一样，就是同样喜欢音乐，都是喜欢摇滚乐。那我们是很希望这样的活动，然后呈现，其实音乐季本来要呈现就是多元这件事情。你怎么可能说哦，他去参加一个什么灭火器，今天去随便说他可能去哪里唱，如果就被人家就是觉得被歧视对待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开心的。如果你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在台湾的这些工作的，不管是他从哪里来的，对啊，就是我们希望，也许今年我们特别办了在那个东协广场，希望之后可以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对，其实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好像本来，然后是不是可以？所以场地是 OK 的吗？可以是不是？那你们三位要不要
做结论。可是三位都是社会观察家，就是 QA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三位社会观察家，先 QA 好了哈。对啊，好，先 QA 好。不知道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要问谁都可以。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哎，请问。今年没有水手付，今年我是完全免费。这个我们确实有考虑过这件事情，但是简单说就是我觉得要做就是一或零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说水手付不好，但是水手付这件事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丢了一块钱进去，你会觉得怎么样？去年是这样没错，对，就丢一块钱你也可以进去，丢一千块的也一样。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随你付是我去年的一个 idea， 可是随你付有一个完全不可行的方式，不可行的原因就是，所以其实今年我觉得也不需要随你付，反倒应该是往售票那个东西去努力。就是随你付的金流，大家去年的时候投入了将近快要50万哦，随你付整个音乐节下来，大家反正阿伯但几块啦，或者是你丢一千块都一样，但最后的总 total 差不多有快50万，是进到台中市政府的市库里的。进到市库之后呢，要再透过议员去审核。但大家知道现在的台中市的议会状况，这个我觉得2018需要再更努力。对，不要变成政治问题了。但政治就是生活，社会观察家是全面的。政治跟你的生活就是完全一样，所以那一些那个随你付的钱，目前它有没有回归到音乐，我没有办法。我虽然是我是策展人，但我告诉大家，我并不知道那50万有没有回到音乐啊。重点是大家是为了音乐而投那个钱的，所以我得说，去年的随你付，它只是传达了民众愿意付钱这个事实而已。但是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健康的金流机制，因为其实志宁去年决定要，就是他想要来做，就是要问台中的时候，未来三件事，他有来找我，记得有来找我跟大正聊过。那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这个 idea， 其实关于摇滚台中应该要收费这件事情，一直就在我们脑海里了，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这件事情被慢慢的变成它是自然的，然后产业一部分。那我觉得志宁刚讲，其实是说。其实整个台湾在公部门，公部门一定会想要扶植，对，就是产业好对他也是好，但是怎么做，那我觉得那是后面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我是觉得至少我们今年希望开一个头，就是我们把比较好的演出，好，我们把这音乐季做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建立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在参与任何艺文活动，就是这些音乐消费，这些音乐的活动说是它是需要付费的，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对。然后那个付费可以真正回馈到台中的 Live House， 台中的音乐的教育的空间，还有乐团们，他去参加音乐节，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消费，那这样你们的付费才会产生价值，对。这所以我觉得往那个方向，我们应该。还不要停止努力，因为它会有一些法规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相信一定可以做得出来的。还有吗？你们也可以问那个，就是三位社会观察家一些比较奇怪问题都可以，因为社会观察家是全面的，所以不要大家永远在讲说那个产业这件事情，大家关心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可以问一些开心的问题，有吗？任何的问题。哎，有，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听了很棒，四位专业的音乐人分享这么多所谓的音乐售票，我在国外还在台湾参观博物馆、美术馆也很棒展览的时候是要付费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这些艺术者、艺术工作者、表演者，他们集结一生的才华创作。那我想你们应该也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未来在这个售票上面，
这个售价，你们心中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价位啊？然后我也希望这个未来的摇滚台东可以不断的有这个好的售价，然后让你们不断的一个不断的延续下去，好不好？谢谢。哪位观察家想要先那个？不然我觉得讲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像今年摇滚台中的这个卡司，然后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会想要花多少钱去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可能各自分享一下，那谁先说？纪刚最慢说了。其实啊、哦，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订票价的方式，就是说你整体的成本算完之后，然后去平均去除以你预估的观众的时候，然后你不要高出那个金额太多，基本上就是说这些成本当然是包含所有人力哦，就是演出者然后工作人员什么的，那你只要 cover 得过去，只要票房优于你预估票房，那你就会小赚，就是未来的那个，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便是说这个攸关到我们明年这个活动我的硬体规格在哪里，我艺人卡司到哪里，然后我的场域多大，我如果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容纳只能容纳5000人，那我可能就算再棒的秀我也只能总成本，假设1000万的总成本我除以5000，那大概是2000块吧，对不对？那大概其实大概算法就是会是这样，只是往往大家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是说，为什么国外的音乐季动不动就是10000多块、7000-8000块？那我如果今天在台湾卖一个音乐季卖5000块，大家真的会骂死我。可是你真的去乘以买票人数，你假设50000万乘以5000人，也才2500万。2500万 ，Fireball 就快花掉了。那大家 Fireball 的票价是1600，所以这个落差是在这里。当然我们会不断的在努力，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策展方跟创作人要努力的事情。那要在这边恳请各位消费者慈悲，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欣赏这些活动，你有欣赏这些音乐的话。多多去想一下说可不可以赋予它更多的价值，这才是未来成长的一个那个，对。票价人心吧，票价但是回归到就是很单纯的市场机制啦，其实刚大正已经其实都讲得差不多了，那 Livehouse 的定价其实大部分时候以我的方式，我最早一开始我觉得它其实是2个小时的演出，我觉得它就跟看电影一样，跟电影的消费差不多，就我花2个小时的娱乐，就把它看成最小2个小时娱乐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觉得可能在因为它跟规模有关系，规模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嘛，然后再来是演出者，那这个要讲的演出者是譬如说像他们就愿意，因为我有些演出者他不一定愿意来500人的场地演出，因为500人的场地演出，就算票房售完之后，他可以得到的收益不一定能够驱使他来演，所以500人的场地会有适合500人场地演出的 artist， 所以他其实他一样，比如说但在 Lace 里面有发生一些，就是票价真的超高超高的。超高超高，但是它跟它的类型有关系啦。比如说，我们买最贵的其实是这个李宗盛大哥，是最贵。但因为我们的场地，他的观众不能卖站票啊，你不能让李宗盛的观众都站着2个多小时看他听他唱歌，那没有办法，我被吊起来打这样。所以在我们场地的时候，我们卖出票只卖500张。那你觉得500张到底要卖多少钱，我才可以请动李宗盛来一个这么小的场地表演的？所以其实票价的关键，其实第一个一定是规模，然后第二个是演出者的层级。那但我也是，但我也来带团，对他带布贝，对他还带硬体工人员的。其实我自己算一算，他那次唱应该是可能
可能拆店就这个就赔钱吧，应该是赔钱啦，我觉得应该是赔钱做啦，对对。那可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他还是会一个基本的定额，我觉得就是就刚说的是电影票价，就是你现在电影大概是可能400块，300-400块，你可能再买个热狗跟饮料的话，你超过400块。所以其实我其实一直都会希望说，不管在什么样规模的 live house， 100人也好，50人也好，我都希望那个最低的票价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350块或者是400块钱的这个数字。那在上去的时候，但就是这个音乐季或是它的演的规模了，因为我们还是有五月天这张票多少钱？1200好像最便宜是1800，对不对？对，最便宜1800，可是它是五月天啊。对，但是它1800可以卖300000张之类的嘛，对不对？就是它整个复合的，对，就是它不太一样，金规模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400块是一个很健康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数字啦。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是400块钱的话，100人的场地，其实也就只有4万块。那你跟店家好，店家这种就对拆好了，就是他其实只有2万块而已啊。就是然后还要从台北下，对，你可能还从台北、从高雄，甚至从台东来演出，然后可能光你的交通跟租成本，其实这2万块就已经是用掉差不多了。可是，在那之前说，你还有这些演出者在这，为了准备场演出之前所有的练习，我们不算他的乐器或是什么。他光之前投入的时间，其实他是不是正比啊？就是我们以前常会说的是，要演吗？我其实去便利店打工，我还赚比较多钱。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做过太多是那种演出前一天的时候，突然跟说，哎，第一我以前坐车，哎，先救个200块。对，就我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常会发生，我们常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有机的这个循环，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要他那种，当然希望他也是一个可以往这个售票型的演出前进。因为其实基本上在售票的时候，其实对啊，以技术来说你当然如果你的预算越高，我当然一定可以给你更好的东西。你不能奢望你今天给我400块的门票钱，就希望我的鼓可以在天上飞，那是不可能的，我根本做不到嘛。连喷火啊，撒纸花，你知道纸花很贵，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都不可能做到的。对，那所以摇滚台中今年又是免费嘛？那刚刚这两位都说很绝望。那我要说的是，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时代这么大家都这么辛苦这么绝望，那有免费的活动你还不来，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啦。对，好，谢谢。就我觉得今年的卡斯出来，我自己是觉得他就是算是想要做到一个，就是把摇滚台中变成一个大家感觉得到，它是一个类似像售票音乐节的那个规格。所以其实他很多，我说你像1976，或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明先生啊 ，Trash 啊，郑怡农，就是他很多多元性的这些独立乐团。那其实这个规格，你如果在台中，像滴滴刚刚讲说400块是400块、500块这个票价，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在台中的感觉，因为算是蛮平价的，因为相对台北或者其他的日本的国家的那个票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可以在大家，就是大家应该是可以非常，但是我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学生族群这件事情，以前我们都会很顾虑说学生买不买得起这件事，因为对同学们而言，我有的时候500块就真的哇，也是很贵的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想回答那个摇滚台中，就这个卡斯，我自己觉得如果基刚没有那个带我从后台进去的话，那我再你要来表演可以从后台，我不用我带你。
我觉得1000-1200是我觉得一般大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票价，1000-1200的感觉。两天吗？两天，价值整个音乐节的价值，就是刚刚提到什么自由主义，反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反正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反正就是他会以大正讲的从生产面来讲啦。你当然可以从生产面来讲，就是说我今天我就知道我生产出来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是多少，那我要卖给你多少我可以回本，那我估我大概可以卖多少，所以我一个的成本大概可以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还有就是应该还是从一个政府单位主办的活动，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个资金的依据，所以会跟像 Fireball 是完全自己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成本。对，但我觉得如果纯的商业上，我们就不管它是不是政府或是什么样，就是我觉得音乐活动其实也是一样，它就是在资本，它是在商，它是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之下。那本来在生产面你可以知道说它的成本是多少，但在消费，就是在销售面，它就是回到，它就进到市场里面了。它就是那各位就是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说。所以我就端，就像我今天什么，林凤营的鲜乳卖这里，跟什么光泉或者是益美鲜乳在这边，大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想象就是不一样嘛。因为他可能就觉得，林凤营会不会有那个，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我就是说猜测，就是林凤营干会不会是假的或干嘛之类的？益美我觉得很棒，就是完全没有出事过，就是喝起来又香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去买一个沙拉或干嘛，你会看它里面的料有什么之类的，那你会隐隐约约就是有一个。当然你也可以，如果你是业界人士或是你很了解，你是一个超级就是一个菜农，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菜妈多少钱了，也就卖80块，切菜成本多高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啊。就是你永远，那我们定价单也是一样，像滴滴跟那个志宁刚提到的。你自己心里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对照组，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好，我们在办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参考就是像 Livehouse 的售价，那我们也会参考说，因为 Livehouse 售价很高高低低嘛，有些老外国外团来就很高啊这些，那你就会去比较说，哦，我大概定在这个地方，那他就端，你就是就我讲的在消费面，就是我端这些东西，我端这些菜出来，这些 lineup， 然后我的主视觉设计，然后我的活动概念，然后我的场地，各方面让你去看，觉得这个价格符不符合你心中觉得这个音乐节的价值？那你付这个钱，随便说你付2000块，你付了啊，以大港来说1800，你付1800，然后你进到现场里面去，你觉得今天觉得很开心，那你就会觉得物超所值，其实就只有这件事而已。那以 Fireball 来讲，就是像。就是1600，然后基本上就是进到现场，大家都觉得这稳亏钱了嘛，就是因为东西用太好了，就是这样的概念啊。但我要讲为什么我只能定1600，因为在高雄努力了10年，然后也是指标性的音乐季，大港它也才1800，所以说你很难说第一届，然后以一个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过的方式，然后。你去用2000多块这样子，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以现在台湾的网络的这个生态来说，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前面就会被酸民搞垮，真的。所以当然这我们很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定票价，但是为了不要有这些负面的。在什么菜都还没端就先被斗臭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选择。所以其实网络文化也是蛮让人辛苦的一件事情啦。对，所以其实价格这件事就是它就是隐约，你大概我们会去定这个价格出来，那价值就由各位去觉得，你就像第一讲的，它的方式要对比是看电影，他就看电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来在画这个。那你就想着，其实在日本这个比较，之前 Freddy 我们都在聊这个比较，就是在日本它就是日本的 Livehouse 大概是跟如果以群众比跟台北市来比的话，这台湾的 Livehouse 在日本的1/3不到，
就跟东京跟台北来比的话，然后票价当然又更低，在台北的平均票价，但是东京的东就是日本人他们的消费2500块日币，然后他们的消费方式就是其实他就真的是落实到日本人对去 Live House 看表演真的就很像去就是他想象就是看电影，就是反正他的日常就是我周末或干嘛，日本会有种就是台湾，我觉得台湾现在还没有，就是大家可能生活会觉得哎，我今天没事我去看个电影，然后我来找，现在你可能会找，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有什么电影要上我去看他特别去看，但你有可能哎，我们进去看电影好不好，那我就查时刻表说哎，现在有什么电影去看一下，但台湾超级少，太少太少人是说哎，我们今天去 Live House 看一下吧，哎，看一下哎，那最近今天有什么表演，很少，但日本的消费很多是这样，就他们的很多人去 Live House 看表演，就看 Live 演出这件事情对来说就像看电影一样自然，所以他可能每个礼拜就真的很固定，他就是礼拜五礼拜六他就会去 Live House 看表演，不管那个音乐类型，就是有没有他们听过那个团，真是不管他们看过那个团，当然他还是有目的性的消费，可是这件事我觉得是在美国，在我们去欧美其实这个现象也是一样，老外他们其实真的就是他去 pub， 然后他们去 live， 他们不叫 live house 啊，叫 live house 是日本的说法，他们去 pub， 他就是哎有个 band 表演，他还是进去要就是买酒，然后就是哎今天要票，然后我就买票看一下，哦这个团不错，我也不他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带一些团去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状况，就哎他就是路过他就会走进来，台湾超级超级少，我觉得可能滴滴应该也知道，大概是零吧。对啊，这个我觉得跟大家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太一样啊。那在台中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其实大概是，酒吧文化的没落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周末把看乐团演出当作娱乐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在20多年的台中，其实是一直都是发生的。其实不是，它不是。不是没有过，不是没有过，就以前小时候我看表演的地方，那个人潮都一直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然后很多人就会在那个售票的门口，但他其实是酒吧，所以这有时候是酒吧文化没落原因，就是会很多人在门口，我就问说啊，今天是哪个乐团演出，没有听过，然后就有人掏钱就进来点个酒就看表演，所以人其实会一直是移动的。那现在比较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本来就不像是在台湾，不像欧美一样，它是很自然的东西。我觉得最明显差别是我认识所有的白人全部会乐器，我认识所有的，对，只要是讲英文的英文语系国家的人全部都会乐器，而且是一个以上，就是演奏乐器、弹乐器这件事情，演奏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活很太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了。那我很久很久前去过，我跟有时候跟 Freddy 聊天，然后我们对于目前在台湾，就是那个时候吧，在20年前我们在聊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论述，就是如果我今天拿篮球，然后去找志宁，志宁看到我打篮球，他说：“哎，你喜欢打篮球。”这个话题就这样结束了，但可是如果背乐器，就会有人问我，在台湾就问我说：“哎，你什么时候出唱片？你要当明星了吗？”就是，我觉得打篮球跟我会弹吉他、我会打鼓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兴趣。兴趣能不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件事，兴趣能不能拿来成为你收入的来源，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喜欢音乐这事情，其实不代表我会希望它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所以现在的演出其实对来说，就我在经营场地的这块上面的话是比较明显的是，目前的演唱会观众都是有目的性的，这我非常肯定，就是我确定我这周的礼拜六晚上我要去看这个乐团，就会有目的性的，但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真正的差别其实在于，就是当没有太多的行销资源管道的独立乐团的时候，他在
成长过程当中，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就是他相比之下，他在比较没有自己的情况，他其实很难有更多的，很难有更多的机会。像我们先讲到全球化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资讯爆炸其实也是全球化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嘛。我们现在所有的网络上面，其实资源其实大部分来说其实都是免费的，但我们现在却被过多的付费性的广告植入，不管你在浏览什么网站，甚至连 YouTube 都是，或是一不小心点了一下这个什么万能手工锯子的时候，下面的广告全部都是工具类嘛。那现在的问题其实这个样子。但我其实蛮怀念以前是那种在酒吧文化还存在的时候，就真的是因为我是台中旧城区长大的，是台中公园，其实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那刚刚讲到这个印尼人嘛，移工之类的，20多年前，在25年前的时候，我在台中公园斜对面的亚麦乐器行工作。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25年前哦，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起码卖2把吉他给移工。其实像我觉得他来说，这个音乐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活。我在我每个不骗你，都我每个礼拜起码会卖2把吉他给泰国人或是给印尼人，然后他们就拿吉他就跑去台中公园跟地广场唱歌交朋友。就是移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想，就是他们或许在他们做的事情，在周末的时候你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音乐这事情，其实我还是想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对，也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志凌老师等要赶场，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如果想，那就两位一起问哦，我们一起讲好了，好不好？不好意思，我想要请问一下说，因为我知道建立一个指标性的音乐季的品牌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度，那像嘉义的觉醒跟高雄的大港，我觉得它其实建立的非常的完整，因为近几年看其实都已经是 sold out。 那不晓得说在摇滚台中，如果说往售票这个方向来走，或者是 Fireball 办第二季的情况来说，是不是有考虑会是用集资募款的方式去做这一块，谢谢。好，我问一个可能跟音乐季没有那么有关，可是跟做音乐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我听音乐的背景不太一样，我比较不是从独立音乐开始听，我是从别的领域的音乐开始听过来的，然后我就会发现跟独立音乐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比如说玩古典音乐或是玩其他音乐人，他们会很希望有一个正版的谱，然后我们可以去练那个这一首，因为很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们很希望去演得像原创作者那么好。那像各位就是你们都自己都有出作品，可是可能我自己不是很清楚，可是我蛮希望说，假如我想要，我很喜欢你们的音乐，我想要演到像你们这原版的那么好，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贩卖原版正版谱这样，弹指之间，这个正版谱哦，这件事情，正版谱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想过，因为其实网络常常会有求谱嘛。但是，我讲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哦，如果我不是出版，啊，那出版它就牵扯到说有多少乐迷他是有兴趣玩乐器，有兴趣那个。所以它会有一个销售量的问题，它不是那么容易。第二件事情，我当然很愿意提供免费的谱。问题是，很多其实玩乐团的没有乐理观念，比如说我是看不懂五线谱的，然后我也不会写谱，所以这个时候会变成我很想要给谱。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啊，3块5块，然后转多少这样子，都是这样沟通的。所以有的时候，当然以前早期，比如说从第二张专辑开始，会很多这种求谱，我就觉得啊，莫里修，这也不可能说，我拿着 CD， 然后花钱找人采谱，然后我就是，你知道吗？这会反过来变成说，哇，
我不提醒，我开启财谱活力啊，这个就是困难啦。对，但是如果说像弟弟讲的，大家都有玩乐器，然后你喜欢你的人够多，欸，也许你出一张专辑的时候，是把这个规划出来，你去发行谱，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对，我先讲一下这，因为其实国外当然都国外团出套谱啦，其实摇滚乐是有的，那些都有整组那个小片啊什么的。那刚大正讲到一个财谱，这个也是一个术语，就是其实演唱会很多，不只是独立乐团，其实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写出来，它就是弹和弦出来，然后就唱，有人配唱，制作过程大概这样，就唱，然后好进编曲，编曲老师把可能就是 bass， 然后可能把什么东西编完，然后就乐手开始录，这过程其实都没有谱的，他可能就听了，然后觉得 OK， 但有些人他自己会把谱写出来，有些乐手会自己写出来。所以最初性的状况就是，当进入到另外场地，就是在录制的时候，制作的时候，好到演唱会的时候，你可能演唱会的乐手跟那个跟录制的乐手是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采谱这件事就出来了，因为那些演唱会的很多乐手就直接看谱，他们就是看谱弹，可是原本那个东西是没有谱的，就所以有一个角色采谱这人就出现，然后确实还是有。这件事有，然后讲到独立音乐，对，确实，因为这也是台湾很多没有那么多人会玩乐器，然后乐器也变成好像就是永远要变成维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普遍乐理观念，很多的乐团就是真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可能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听摇滚乐，然后觉得我要去玩乐器，然后可能就去亚麦啊，然后就给你开始从和弦开始，他也不会给你教你乐理啊 ，C D G B A B A B C 不会教你这种东西啊，可是。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也就是这样出来的，因为他就不是古典的教育出来的，那所以他就一开始教你打按和弦，如果你是学吉他，那如果鼓一开始教你什么 so 咚哧哒哧咚咚哒，就是啊你也不会去看那个谱什么之类，他就给你画这样子而已，所以这是因为教育上面的问题啦，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其实各百百种自宁方式可能又跟大正不太一样。那像 Freddy 是他是古典乐，他是受古典教育，所以他就是那种会他写歌是弹钢琴，然后就是会写谱，而且是写得很准的，就是写很准的。所以因为每一种我看过很多人创作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谱这件事情就是像他讲的有技术上问题，有出版上面的问题，但是其实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当然很相信，我觉得因为采谱是要花钱的。就是你在演很贵，对，你在采谱，就是演唱会，你在做演唱会的时候，如果做特别是流行歌和演唱会，你找乐手来的时候，然后就有个采谱费用，然后可能找一个帮你把谱全部写好，给那乐手老师去弹，对，好，然后集资这个问题要不要志宁跟那个聊一下？其实我觉得集资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正式的答案呢，因为集资它有，像以往我们有一些案子要集资，纪刚就会阻止我，那阻止的原因其实可以跟他谈一下，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集资跟售票并不冲突，第一个，然后好，我现在也多多少少有一个案子在集资，就是青山记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就其实是这几年它也跟网络的发展有关，有关，然后这几年很红，但我也回到为什么我觉得他跟我提过很多次没有其希望集资等等等等，我都会基本上我比较反对，只是因为我觉得一样就是乡民治国这件事情，就是今天如果是怎么讲，当然你可以用你真的要集资的话，你就把整个配套做得很完善，我觉得这样 OK， 就说你送什么，然后你给什么东西等等，然后另外一点呢，你要挡过，你要抵挡得了酸民的那个闲言闲语，就会跟你说哦，你这么大，你这是什么团的，都灭火器了什么什么，还要集资什么的，确实有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的，对啊，所以我会比较反对，我也都比较反对他们做这件事，就是因为你会到最后你会陷，你就很容易，特别以他们的个性。因为他无法完全 ignore 那个乡民的酸民的那种，只要
一个点，它就会烧起来啊，自己亲上火线，我机智是啦啦啦啦啦，不是因为我个性就是这样，就是比较直啊，所以当有人绕圈去乱揣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想象力到底哪里来的，就是你会把我想得很就是想到很多我想不到的面向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满腹的这个，我就觉得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它弄那么复杂？我可以解释啦，我觉得就是因为从小看大正长大，他真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小孩，所以他在变红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被怀疑或者是被酸的状态。但我的角度，已经习惯了啊，你慢慢习惯，你以后。但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当你在看 Facebook 上面大家比战来比战去的时候，大家都是正义使者，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正义的。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反倒会觉得，我好想脱离那个东西，我好想脱离那个状态，那个每一个人都在争论自己是对的，每一个人都在教训对方的状态。啊，我想说的就是，就是你以后慢慢就习惯了，那也许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在那件事情里面。啊，反倒回头来讲，我觉得集资那件事情，我觉得集资是非常健康的，就是。其实我最近一直看几个集资案，就是这样嘛，你提 idea， 而且最早集资这个概念是你在生产产品的时候，你提供很好的，然后你达标以后，这个产品真的生产出来，大家都觉得很高兴，我支持的我也拿到回馈，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没有错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会尽量说服他啦，就是说你今天怕不怕失败，我其实已经不怕失败了，就是钱也可以那么多了，然后该想完成的梦想都完成。所以我会在哪一关倒下我不知道，但是反正集资就集嘛，我们完成我们就做，我们失败我们就承认我们不被认同没关系，再努力或者就算了。对，那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讲到酸民，我还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乐团的很喜欢听音乐的人，我觉得台湾有一件事情会让乐团不容易进步，那我在这边也直接明着讲好了，比如说台湾这些新年轻一辈的乐团，我们认识也不少。那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 trash 被酸 ，trash 被骂，然后甚至有的人会说啊，你就是什么红啊，你妥协或什么。但是以我来讲，我超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说，我认识的乐团里面很少像他们这么认真的，比如说怡园。常常遇到他就在弹吉他，然后问他说你一天弹多久吉他，六小时八小时，那我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有一个人他那么努力在一件事情，他只希望更多人认识他，然后更多人认同我从不觉得他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有什么转变，可是台湾很容易就是觉得说啊，这个我喜欢的人我喜欢的团越来越多人喜欢的，所以他变了，然后我不要喜欢不酷了，这不是，然后所以也变了，对啊，我被靠北很惨，但我觉得随便的，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变在哪里这样，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会觉得说像我看 Trish 这样，我就会替他们担心，就是你那么努力，然后累积了一些，然后一些人用同侪的声音这样靠北，他们就消失就离开了，所以你永远只能在这里，可是。你这么努力，你上一张专辑录的是就不错了，这一张又跑到日本又干嘛？我常常会觉得台湾有很多团，在我眼中就是你已经真的越来越棒了，然后你都卡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听自己的声音，心里的声音就好了，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很少乐团会说什么迎合或什么，至少我认识的人大家都是蛮硬派的，对。就这样，好，我们已经其实我们整个超时了一个小时，然后很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就是有觉得开心，周日午后没有觉得浪费时间，然后十一月四号五号真的很欢迎大家可以到台中公园摇滚台中，然后下个礼拜天我们有另外一场那个吉他师傅的讲座。那场我觉得应该会蛮酷的，
那个三个一样，三个人，一个是也是我们公司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总制作人那个廖文凯，他是之前一个乐团叫失控的吉他手，那他也是那个阿林，对，然后那个他也是之前怪兽的技师，当了很久。然后为什么叫吉他师傅之场，是因为郑宇成啊，林议员都叫他，很喜欢叫他师傅，因为他很喜欢教人，就是啊，吉他痛怎么调，什么都有没的。我说那干脆来个吉他师傅讲座，所以宇成会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中在地的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阿林，对，所以也是下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希望可以再见到大家。然后对，也在这边，对，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志宁，然后谢谢陈品，谢谢弟弟，谢谢大家，谢谢。